类型音乐节目奖得奖的是萨瓦利 Music Style。计划选题丰富且具国际性，让音乐不受语言的限制，用引人入胜的故事带出丰富的台湾原住民与南岛世界的文化知识，独特且细腻。恭喜萨瓦利 Music Style。来后三里哥哥马布隆及马耀拉歪嘎古，大家好，我是马耀拉歪。今天站在这里，首先要特别感谢评审团对我的青睐。入围以后啊，这个场景我梦到过几次，现在站在这边我还是很梦幻哈。真的特别感谢评审团对我的肯定。一直以来 FM 96.3 阿拉亚原住民族广播电台对我多有照顾，这边要特别感谢原文会的董事长马拉欧斯，还有执行长麦克丹，然后谢谢你们一直很支持我这个广播菜鸟啊。那谢谢阿拉亚原广台的经理马耀古木，是你让我知道叫马耀的都要长得稍微帅一点哈。感谢这个副理雅纪姐啊，还有副组长纪亚夫，还有一直给我灌心灵鸡汤的盖姐，还有小茉莉啊，一直帮助我的一些组员小高、雅琴、博文、哲伟，还有我的制作雅娟，你辛苦了。再来要感谢我的企划这个席顾马耀小姐，感谢带我入行教我最多的严师资深广播人陈凯伦老师，还有特别感谢我的音乐老师阿美族的金曲歌手扎老巴西瓦里，因为你开拓我世界音乐的眼光，才会有 Swahili Music Style 这个南岛语系音乐节目。我的人生目标一直追寻着我的父亲拉外达赖导演，追逐梦想，逐梦踏实，我拿到了，谢谢你，我亲爱的父亲。最后一定要感谢的是我的妻子赵泽英小姐，除了她一直在我背后默默付出支持着我，她也曾经跟我说，如果有一天我真的站在这个舞台上拿到了金钟奖，我一定要郑重的感谢她，不然我回家就完蛋了。好，再次祝各位一个愉快的夜晚，我是 Swahili Music Style 的主持人马耀拉歪，谢谢金钟奖，感谢主，谢谢各位。